兄弟姊妹好在去，过一个新年来到。当咱查身边记的时阵，希望这个有法通提起咱到上帝，拢会完成伊予咱的应允，亲像上帝拢完成伊予以色列人的应允。虽然咱面对到真侪挑战，亲像咱的生命无稳定，但是请咱着会记咧，上帝是永远甲咱同在，伊永远袂放手咱。请咱继续依靠上帝，甲伊所予咱的应允，愿咱完全来顺服荣耀伊的名。当咱今仔日来敬拜上帝时阵，愿咱全心全意地来敬拜伊，因为伊配得咱的俄罗，请咱来三甲吟诗俄罗咱的上帝。Yes.
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躺卧在青草的溪水旁来安歇，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守平静，我凭信心走向前，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见云珠影。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哦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哦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
天顶的上帝，阮倚靠你，因为阮知影你逐日咧引带阮，求你帮助阮，予阮伫阮的生活中，每日有法通来倚靠你，顺服你。阮安尼祈祷，是靠主的圣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在开始以前，我要赞美上帝，让咱度过了2021年。虽然咱经历了真侪代志，但是咱会通看到，在咱拄到的所有的代志中，上帝都甲咱同在。让我甲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历。回顾2021年所发生的代志，我发现家己伫被压倒佮病症中的循环。头先，我会被世界各地所有重大危机所压倒，这引出我问一个问题：上帝伫掌管宇宙吗？我的意思是，你若想象缅甸政变、塔利班接管阿富汗、COVID-19 的 Delta 变体、奥迪达荒胎所带来的伤害和损坏，遮大代志，确实，人民会发现真艰苦。伫咱目睭看到的混乱之中，上帝伫掌管。但是，伫思考分析这个问题以后，上帝总是将我带回到伊的主权。以伊的平安充满我，这告诉我，伊伫掌管宇宙之中，佮伊的无限的智慧，伊告诉我，我有法通信任伊。咱中间的一寡人可能会认为，由于大流行带来的限制，上帝的国度工作已经减缩到停顿的地步。但上帝已经证明，甚至世界各地发生了所有的混乱，伊的工作犹原伫继续前进。虽然咱的一寡经历带来着痛苦佮悲伤，但是咱永远无法通伫混乱中获得上帝的良善。我的意思是讲，算一算你拥有所有的祝福，我相信你安尼做，会永远充满着上帝的平安，也就是讲，上帝已经带领咱度过了2021年，并且伫接落来的几年内，伊将继续安尼的做。当然，咱所有的人应该做的唯一的回应，就是信靠佮顺服上帝，因为当咱这样做时，上帝得到了荣耀。有上帝的同在，咱得到伊的恩典来赢过咱的痛苦。现在，伫看到主伫过去的几年来一直甲咱同在，咱相信伊，并遵守伊的诫命是合乎逻辑的，对吗？可悲的是，所发生的代志并无总是咱所期望的，因为咱目睭中上帝所行的神迹以后，咱犹原无法相信，因为真侪时阵，咱真容易忘记咱对主的经历。咱犹原担心，因为咱经常外靠目睭所看到的，而毋是对上帝有信心。咱犹原以家己的方式做代志，因为向上帝寻求帮助，往往是最后的选择。咱真软弱，真侪时阵，咱有一款外靠家己的倾向，而遮往往会阻碍咱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系咱要怎样才有法通抵挡这个倾向呢？来继续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呢？但这个事实应该予咱明白到，咱需要上帝，咱需要搁较信靠佮顺服上帝。我想解释咱应该信靠佮顺服上帝的原因，
以及咱应该做啥物来帮助咱这样做。就亲像摩西伫《申命记》十三章第四节中对以色列人的劝告，这也是咱教会的主题。恁着顺探耶和华恁的上帝，敬畏伊，遵守伊的诫命，听探伊的话，侍奉伊，专靠伊。咱来三合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伫分享阮辛苦佮顺服你的话语的时阵，请求你引导阮，愿你开启阮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希望阮有法通接着你的话语学习的功课，帮助阮谦卑家己，予阮一个受教的心。我祈祷阮会被引导伫阮生活的所有情况下，辛苦你，并遵守你的命令。阮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如果我再读一篇《申命记》十三章第四节，但是这摆咱要默想这个圣经节的意思。恁要顺探耶和华恁的上帝，敬畏伊，遵守伊的诫命，听探伊的话，侍奉伊，专靠伊。为了予咱一个咱所读的经文的背景，摩西佮以色列人是伫旷野中前往应允的地。你伫旷野，你会通想象摩西带领伫烈日下受苦受难的人的困难，渴望要搁较好的食物通食，有水通啉的以色列人，尤其是因渴望有一个有法通徛起的所在，以色列人不但对因伫旷野的生活情形下面感觉到不安，因也着甲怀阿玛力人、迦南人、阿拉德人、阿摩尼人、巴山人、米甸人交战。随着这一切所发生的代志，以色列人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并追求君地假先知甲拜外邦人的神是无通避免的。甚至最近以色列人看到上帝如何将因对埃及最落泪中拯救出来，以及因伫旷野所经历的胜利，因犹原怀疑上帝，无顺探伊，并跟伫其他因所认为会搁较好个对待因的外邦人的神，才因着安尼，摩西催促以色列人毋通听假先知的话，毋通拜外邦人的神，因应该只相信君地上帝。这也是我对大家的鼓励。咱应该辛苦佮顺服上帝的第一个原因是，上帝是咱应该跟随的唯一一位。当然，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承受了咱的软弱、咱的倾向，因经历怀疑的苦，因为因未记了上帝对因的恩惠，因经历无路用的担心，因为因对眼前看到的问题感觉到无能为力，因挖苦家己，理应是上帝来解决因拄着的危机，因为上帝几乎伫因眼中无存在，这引导因跟随假先知佮敬拜外邦人的神。这毋应该是咱的反应。虽然有时上帝伫咱眼中几乎是缺失，这永远未会证明咱根据家己的意志，还是其他的神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毋应该成做咱无顺探上帝的理由。伫圣经中，咱有真侪摆被提醒，为什么咱应该只跟得上帝，而无跟得其他的神？举一个例，看摩西伫《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如何提醒以色列人，为什么因应该跟得上帝？这章经文真长，总结几点：
第一节告诉咱，你若留意听探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就是神要做的。在第一节，耶和华必予你超乎天的万民之上。第三节，你伫城内必蒙福，伫田间也必蒙福。第四节，你神所生的，地所产的，精神所出的，以及牛兔、羊羔都必蒙福。第七节，耶和华必予你的收获，在你面前被你杀败。第十节，天下万民看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敬你。在第一到第十四节，告诉咱君主上帝所带来的祝福，有了所有罪，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要君主上帝，别无其他的选择了。虽然上帝没有给咱出任何的解释，咱也应该相信上帝告诉咱要做的代志。上帝知影伊在做什么，咱会通确信君主上帝总是有祝福的。上帝的话也真清楚，如果咱无跟得伊，就会发生什么代志。圣经记第十八章十五节，真正完美的总结，亲像咱若无顺从上帝，就会发生什么。第十五节讲，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伫你的身上。请注意，对第一到十四节中列出的祝福三笔，摩西在第十五到六十八节中写到了上帝会带来无顺服的咒诅，这大约是本章的四分之三。这样看来，君主上帝才是合情合理的，就亲像咱如何听探父母的警告，因为咱知影无听探因可能带来的危险。当你想到这点时，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咱应该敬上帝所赞恶的，这叫做敬畏上帝。咱应该敬畏上帝，因为上帝值得咱的尊敬。摩西继续讲，恁着顺从耶和华恁的上帝，敬畏伊。在分享上帝值得咱敬畏的原因之前，让我先予恁一个定义。敬畏上帝意思着什么呢？圣经教导所应的敬畏甲敬遐，敬畏上帝就是完全的敬意。敬畏上帝是一种健康的敬遐的恐惧。咱敬无妥上帝的喜悦，这意思是咱对伊的疼，以及咱对伊的敬畏。单单尊重伊是无够额的，咱应该敬予伊失望，因为伊是一位圣洁的上帝，并且因为伊的圣洁而尊敬甲敬拜伊。在旧约律法中，以色列人被命令要敬拜上帝的圣所甲上帝家己。第四篇第二篇十一节讲，要遵畏惧侍奉耶和华，又要遵正经而快乐。四篇第五篇第七节中，诗人安尼的宣称讲：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对上帝的敬畏，也是照着顺服伊来表达。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告诉咱：挪亚因着信，既然蒙上帝指示伊未见的代志，动了敬畏的心，伊被了一只方舟，予伊全家得救。因着安尼，就定了迄世代的罪，家己也承受了迄对信而来的义。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告诉咱着，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敬畏上帝
也是等于做智慧。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告诉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圣经节都讲，敬畏上帝就是对上帝谦卑，承认认捌伊的性格甲伟大。现在关于上帝值得咱的尊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上帝是命令咱安尼做。让我读出一寡圣经节，伫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四节、十九章三十二节、25章的十七节、25章的三十六节，甲圣经记25章的四十三节，都写着敬畏你的上帝。续落去，伫圣经记的第六章十三节，甲十章的二十节，伊有写着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在约书亚记的24章14节，也是写着现在敬畏耶和华。诗篇34篇第9节，伊有写敬畏耶和华。在箴言的24章21节甲3章第7节，伊有写着敬畏耶和华。在新约彼得前书2章17节，彼得讲敬畏上帝。最后，在启示录的14章第7节，伊有写着要敬畏上帝。当上帝命令咱做无物的代志时，尤其伊是写伫规本的圣经中，咱顺探是合理的。第二个原因，这是咱对上帝的义务，因为上帝为咱所做的一切。圣经记第10章12节告诉咱，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所欲的是什么呢？只欲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思考上帝为咱所做的一切。这是上帝对咱的唯一要求。咱和上帝的任何物件都无法通甲伊对咱每一个人的理想来相比，因着安尼，咱伫有限性中所有法通做的最好的代志，就是要敬畏伊。咱所做得罪上帝的代志，伫90篇11节讲：谁啊晓得你怒气的关系？谁啊按照你应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上帝是圣洁的，并且对罪感觉到怒气。咱因无顺服伊，甲无相信伊所讲的，反而来伤害了上帝真侪摆咯。咱有义务着敬畏上帝，因为咱无想予伊无欢喜。咱应该惊上帝所掌握的物件的代志，请记着上帝值得咱的尊敬，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因为这是咱的义务。既然咱已经了解了咱应该信靠佮顺服上帝的原因，让咱更加深入地研究咱的行动要点，以予咱不断地安尼做。第一点是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一点是真明显的，尤其是对咱做基督徒来讲。但是这有关是咱所有的人都伫奋斗的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提醒家己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并且时时刻刻的都按呢做。正如咱以前所了解的，顺服上帝是赢家选择无顺服伊。咱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也是为了咱家己的缘故。第二是要侍奉上帝。咱若要赢过家己的倾向，就应该侍奉上帝。这会伫信心方面帮助咱。咱愈做会接触到上帝国度的工作，就愈会明白为什么咱应该跟随上帝。咱愈侍奉上帝，就愈了解上帝的心意。这会帮助咱更加加添咱信靠伊的心，
更加遵守上帝的诫命。最后，咱应该专靠上帝，在生活中，尤其是当咱拄着危机的时阵，无论是要跟随甲顺服上帝，还是要跟得其他的小神，还是咱要家己的智慧、的知识，还是世界的智慧，都存伫即款特殊限定的张力。咱常常跟得其他的小神，你未记了上帝为咱所做的一切。但是咱应该改变咱面对生活危机的方式。真多时阵，咱将上帝真多获得咱的帮助的最后的选择。咱应该学习如何将上帝摆于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的中心，尤其是当咱拄着到困难甲痛苦的时阵，请记着。咱躲避生活的麻烦，并无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咱顺探家己的智慧中，得不到任何的益处。那么，为什么无要甲上帝之嘴经历挑战呢？愿咱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着专靠上帝，因为当咱遵守上帝的诫命，侍奉伊。专靠伊的时阵，咱才有法通知影上帝已经赐予咱伊的恩典，予咱有法通度过人生中的所有挑战甲困难，予跟得上帝、顺服上帝，变得伫咱甲上帝三角形的路程中，正做更加深刻的熟练的体验。当咱回顾以色列人如何继续因伫旷野的旅程时，咱会通看到即款无顺坦的连续的循环，咱也真容易出现即款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咱应该信靠甲顺服上帝。上帝的智慧无限之广，咱也毋敢跟得伊吗？上帝甲咱建立了疼的关系，尽管咱伫无服从中真侪摆会伤害了伊，虽然伊对罪是愤怒的，但伊的恩典是丰富的。难道咱也阁毋敢顺服伊、敬畏伊吗？愿咱对以色列人伫旷野旅程中的错误中得到了教训，愿咱教会。2022年全年的主题鼓励咱，无论处于什么款的情况，咱就要信靠甲顺服上帝。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哦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
指引。
凡耶和华上帝祝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上帝一面光光照你，赐你恩惠。愿耶和华上帝阿面看你，赐你平安。May the Lord our Go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our Go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be gracious to you. May the Lord our God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 give you His peace. Amen and amen.